一般都是 pump， 对，这种一般都是 pump， 然后这种你看，这种是在一楼二楼的这种，然后呢，它不是装在 closet 里面，它是装的是一楼和二楼的，你看这个，这中间哇，这种设计很操蛋的，这种是扁平的那种，我让我来打开看一下。 就是相当于它那个叫什么 four-way 那个叫什么呢？那个 four-way cassette 一样。我来把它打开。这个我这打开了，打开之后是这种，这种很操蛋的。哇，那个是准了，那个是准。这个。对。那水怎么从这个出来？应该是这个里面满了，满了之后然后出来的，然后。 我们来看一下，是需要泵的还是？这个的话，一般的话都是有个泵，你它这有没有个凳子？看一下，你看这种，这种就是扁平的，哇！没这台凳子，没有啊，它这个好像没有 pump， 等一下，哦。 直接就到那个墙里去。嗯。哇，在那边去了。现在这种准line你看不到，现在只能是清，哇，只能是把它水弄掉，然后你做maintenance都很难。你看，那这个东西多长时间可能那个？全是里面水。 这个呀，多长时间需要转一次？也不是多少时间转一次，做一次 maintenance。 你从这儿，然后倒水倒到这里面，也不是倒水，倒那个 bleach。 6个月你倒上一次那个 liquid bleach， 就夏天倒了两次吧。那就是你说那里边倒上 bleach。对啊，倒上 bleach， 然后你看到这儿没有？啊。这透明这下面都是那个啥东西，都是那个 mold，对，然后呢，我现在只能是从这儿给你打开，然后把水给转出来，然后呢吸一下这边，你这个的话，或者是这儿放一个，哇，它就弄不动了，放一个三接头在这儿，但是三接头的话。 到时候转的时候好转，是不是就不用打开了，直接拧一下。嗯，哇，还是这样吧，还是用它这样吧，因为你这三接头，你只能是口在上面，口在上面的话，你还是倒不进去。倒不出来。对，直接在这儿倒。那三接头你可以那个往这么斜着，你不用在底下，让它稍微有一点斜。就平着那种。 平着稍微往下斜，稍微斜一点，它就能流出来。但是你万一这个里面一堵的话，这个水就哗啦哗啦从这儿。不过我给你放上一个那个啥东西，放上一个 cap，它就能转了。但是现在它给你 cut 的太长了，那个三接头的话没有那么长。我等拿一个试一下。现在的话先把水先弄掉，它有没有盘子？ 因为一弄的话，这个水会滑下来，这就流下来。我找一个东西，全是水，空调漏水，你看，它是在那个。要不我用这个垃圾桶接水。OK，哇，要用垃圾桶也可以，因为它这儿，它 closet 的里面也没空间，因为这地方特别小，这是出租房公寓，你看到没有？ 那你说这种转的话，你说多长时间能满？你就是你放 bleach 的话，它suppose应该是能够转出去，是吧？啊，no，你放 bleach 的目的就是把里面的 mold 给它 kill 掉。但是如果没有 mold 的话，这水应该是能出去的。对啊，这因为你这个没有那个什么，没有 pump，没 pump 它就靠重力，然后它会应该慢慢流出去。你要想满的话，这个东西一旦堵了的话。 这个盘子，你这个是几吨的空调，你知道吗？我不知道，有两吨吧，我不知道。有两吨啊？你这个房子是多大？这房子500多。500多才？不到600。我估计是最多也就是两吨，然后这个盘子一会儿就满。
也就是万一这一堵的话，这几个小时就满。OK OK OK， 现在的话你把垃圾桶拿过来，我们来试一下。对，就是我们刚才打开了，打开之后呢，因为它这盘子里面看那个水，盘子里面水还是没有走掉，然后大部分水就是从这边回来的，也就是说呢，是这边堵了。这样的话你就知道是哪边堵。你看这流特别慢。然后呢，但是呢也有可能是这边堵，因为它至少它慢慢的往外流呢，所以呢还是下面堵了，而且这边也有点堵。你看啊，看到没有，这个就是 mold 在下面长的。然后呢这边也特别的，哇，从来没有管过，这个至少有个三年然后才能这样的。 OK， 我现在把它吸一下。来回都吸了一下，然后它这边没有给它粘，没有粘，看到没有？我给它取下来了。然后呢，它里面还有一个，那个上面一般都放那个啥，一般都放哦，有可能是这样，你看啊，有可能是应该是那个，你看那个是低的，耶，就是它给你放错了，看。你要是看它那个管子的位置，因为啥呢？因为我用手一摸，这个里面水还有一定的水。然后呢，你仔细看一下，这个它是和这个底盘有一定距离。看那个就是直接和底盘没有距离，所以呢，那个应该是个 drain line， 这个应该是放那个 flow switch， 这个是放 flow switch 的，那个是放那个。放那个砖，就是那个主要是下水道的。你现在我一摸这个里面的水啊，这个盘子里还有一定的水，所以呢，你看，这是这些人简直是，应该是那个，然后他都不知道哪一个是那个放 flow switch， 哪一个是放那个砖蜡的，放这儿，你看到没有那个。那个直接就是盘子的最底部，这的话盘子和这个有一定距离，这个应该是这个出水的这个啊，它现在这个出水的，应该是放那个 flow switch 的，放 flow switch， 另外一个才是往下水道走的，因为我用手摸了一下这个里面看，还是有一定水，也就是什么意思呢？也就是这儿的话，它那个水至少会有里面还有那么深。现在11月份了，一般很少有人用空调了，但是这个它还用空调，所以呢，你看这个的话，因为它这个空间，然后往里倒的话不好倒，所以呢，我就把那个 drain opener， 然后先倒盘子，先倒到这个喝水瓶里面，然后呢再倒里边 ，OK。用个这个 elbow， 用个90度 ，OK。然后呢，刚才倒一瓶进去了。再哦，那个一次性的啊。好。行。然后呢，我再倒一点，刚才倒了一瓶进去了。再倒一瓶。这个烧柜子对这个地盘有影响吗？好了，给它放回去了，应该通了。你看，这是吸出来的都是一些固体，看，哇！然后呢，吸到这边来，你看，这上面，我吸掉了，找个水龙头，